日前某天晚上，搜狐视频获悉刘亦菲在新源里附近的一家泰国餐厅吃饭。搜狐视频赶到后看到刘亦菲与几位朋友在二楼的露台上聊天吃饭。当天刘亦菲妆容精致，面带微笑，然而面对满桌的佳肴，刘亦菲几乎没有动筷子，而她身旁的朋友却吃得津津有味。刘亦菲不时一手托腮做思考状，认真地倾听朋友说话。吃完饭，刘亦菲乘坐一辆别克商务车来到燕莎商场附近的一处高级公寓，这里是刘亦菲新建的香闺。下车后，刘亦菲亲切地与朋友告别，一位帅气男士则一直在她身旁护驾。吃饭时，她与刘亦菲也坐在一起，对刘亦菲显得非常体贴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独家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哈林于前进，你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。